第24题，下列各种生活用品何者的运用原理与其他三者不同 ？A. 电烤箱，电烤箱产生热的原因是透过电流热效应。B. 瓦斯炉，瓦斯炉的热是来自于燃烧的化学变化。C. 电热水器，它的产生热的理由也是电流热效应。D. 电暖炉，它产生热的理由也是电流热效应，所以选项 A、C、D 运用的原理都是电流热效应，而 B 瓦斯炉是透过燃烧的化学变化，所以第24题问我们说何者的运用原理和其他三者不同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 瓦斯炉。